学校又是学校，慈云山这么多学校，想找好东西当然问学生啦。天堂啦，家风咯，咸蛋肉饼饭啦，天堂居，家风咯，咖喱猪扒，咖喱猪扒。事不宜迟，即刻过去看看这两间茶餐厅有几特别先。首先就来到这一间以卖猪扒出名的茶餐厅，每件猪扒都即叫即炸的，配合大大块的番茄和秘制沙律酱，这个猪扒包没得弹啦。除了猪扒包，学生哥最喜欢的就是这一款不辣的咖喱猪扒饭。我们的咖喱是由不同的香料来自不同的国家混合而成的，有些人会用咖喱蛋，一些合成的咖喱蛋，那变了他们的香味就没那么出咯。咖喱香而不辣，记者就觉得加多只鸡蛋就完美了。还有这个选用本地猪肉，广州喜沙咸蛋王的咸蛋肉饼饭，无论是喜欢一大件食，又或者剁碎才再吃，加些豉油的话，老板给多碗白饭来啊。吃完邪恶的猪扒，现在就带你上天堂了。讲的就是这一间因为老板喜欢打机而命名天堂的茶餐厅。由于厨房镬气不足，不能够做到炒饭和炒面，所以就制作出这一些较难在一般茶餐厅里面见到的料理和饮品了。这个汉堡扒滑蛋饭绝对是诚意之作啊。老板还说，因为学生近年喜欢寒风，所以连泡菜都会选择自己腌制，这份心思真的不是普通茶餐厅里面找得到啊。